家人讨论过，然后我的爸爸妈妈是希望我可以当音乐家，然后他们也从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栽培我，然后我很感谢他们。但是我的阿公阿妈叫我认真念书，然后当老师。然后可是我比较对音乐家这个职业有兴趣，而且因为我的学科很烂，然后我也有这方面的兴趣跟专长，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我。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我妈妈说厉害的音乐家可以赚很多钱，所以我想让栽培我的家人生活过得好一点，然后回报他们辛苦，然后想要努力练琴，然后当上这个职业。然后我希望我的工作不要太严肃，然后我也从这个职业当中获得很多快乐。好，报告到此结束。